专业歌手从不害怕舞台事故，哪让梆子强都唱出颤音了，萧敬腾还是不放弃。伴奏突然消失了怎么办？郁可唯压根儿没在怕的。情绪崩溃的单依纯即便忘词了也依旧动听。考卷飙高一的林俊杰差点覆水难收。想显摆下粤语的老薛下一秒破音了。莲花掉链子后曾毅立马抢到机会。我立马抢